澳门威尼斯人连续第四年在户外人工湖畔呈现标志性的活动。澳门威尼斯人嘉年华由即日起至4月13日，将会在人工湖畔打造一个充满住意大利风情的缤纷嘉年华，以多姿多彩的娱乐表演活动为旅客带来更多的欢乐。嘉年华2014开幕仪式更邀请到澳门旅游局文绮华局长、意大利商务专员公署商务专员基布拿小姐，以及金沙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市场营运总监奥拉夫居尔纳，一起为为期17日的澳门威尼斯人嘉年华2014拉开序幕。金沙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市场营运总监奥拉夫居尔纳亦表示，今次嘉年华盛会在连串精彩刺激活动及表演项目当中，威尼斯人闪光舞是今届嘉年华其中一个最精彩的表演项目，亦都是澳门最独特的表演之一。威尼斯人闪光火舞是表演团体在亚洲的首个演出，大家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其他精彩的嘉年华活动还包括星光隧道、源源不绝的街头娱乐表演、旋转木马、极速喷画、现场乐队的表演，以及手工艺品的工作坊。旅客更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多款的传统意大利美食。